但这个是投手投到皮带断掉啊，真的第一次看过。神功护体，哇，这一棒要看能不能穿拦下来，哎呦，传进的还是成功了 ，nice play， 哇，这个就是陈正平的一个有效守备啊，眼看要穿出去的球，硬是被他给没收掉啊，三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。